一群来自无共款大学的大学生，为着带予台西乡内小朋友一个快乐的暑假，因举办一个丰富的活动。今仔日因也要教小朋友拆画手工册。手工书就是想说，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我们只有给他们就是基本的材料，让他们就是自己做成一本书，然后故事内容也是让他们自己创造。然后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乐趣。最后这本书会给他们就是留作纪念，他们就是很想带回去跟爸爸妈妈分享。这个活动不但是小朋友快乐来学习，连同教职人员也在这几天来学到很多，尤其看到单纯的小朋友就亲像看到过去的自己。这已经是第二天做手工书了，然后第一天我们只是先把书壳全部做好，然后我们就请他们回去想一下他们要画的故事。小朋友就有很多很创意的想法，我们根本就可能我们小时候也想过，然后就是很单纯，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就是找回一种就是小孩子的感觉。这件参加的小朋友总共有40几位，对这件做手工册以及这几天的活动感想，小朋友也要跟大家分享。可以自己亲手做一本书，觉得很有趣。可以学习做成自己专属的书，让我们在暑假不会很无聊，也可以让我们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，例如做手工书、唱诗歌。参加这个活动很开心，谢谢他大哥哥大姐姐带我们活动玩游戏，辛苦他们。各位两礼拜都要开学了，小朋友透过参加活动来丰富他们的暑假，相信这个活动要为这个暑假留下难忘的回忆。记者王雄平采访报道。